老公艾辰去年8月离世，震惊整个演艺圈。23日是他的41岁冥诞，王彤也提早一天发文，并附上一段60秒影片。只见画面中可以看到艾辰和他过去的点点滴滴，能看见不少快乐的回忆。同时，影片中也有着许多亲朋好友所录制的祝福影片。其实日前王彤受访时就曾提到，每一年艾辰的生日，他都会用心准备惊喜。今年他则上架自己准备了1个月的生日礼物，而在晚上8点会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间首播，是一份王彤送给艾辰超时空的礼物。同时，他也邀请粉丝们一起留言，祝福艾辰生日快乐，相信他会在天上守护大家的。you